我可以说话了吗？你要说什么？你为了我刚开房间啊？我不是，我还是你不是为了我？我是为了你啊！我。所以你发现真正亏空公款的人？嗯，我跟几个离职的员工聊过，他们都一直提到同一个人，但是我在财务部给的资料上面完全没有看到这个名字。高副总把名字隐藏起来了，他跟高副总的关系啊可复杂了。怎么说？他就是美方说过的传闻男主角，被性骚扰的男员工。嗯，他跟高副总要求封口费，高副总啊就纵容他拿公司的钱。你确定有证据吗？你宝贝我做事当然讲求证据。你看，我去找客户要了资料，就发现了、有几笔该入公司的账却辗转汇到这个户头，户名就是他。这下子终于证明你的清白了。清白证明了，接下来该做正事了。什么正事？检查你那边有没有受伤啊？谁受伤啊？神经病！哎，等等，我是关心你哎。滚！昨天晚上我们那么激烈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吧。走开啦！真的啦！真棒。大小适中，什么大小适中？没事啊。你在看什么？喂，啊，等等，我肚子好饿啊，我们先去吃饭好不好？有鬼，那不然你不会这样子。我看，哎，我啊，好了，我自首嘛。我在看那些男男亲热的影片啦。啊？我怕让你受伤啊。不然我们来练习一下。哎，你哦，谁跟你练习啊？放心，我很温柔的。温柔个屁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经理，这个送给你。谢谢。经理，我好想你。松开，松开。我现在可是有另外一半的人哎，不可以随便被其他男人抱的。哦。肖经理，我们都相信你绝对不会拿公司的钱的。错。我怎么可能不拿公司的钱？嗯，我这么替公司卖命，公司当然要给我薪水跟奖金啊！哦，爱说笑哎。好了好了，我回来是应该的，大家不要懈怠下来，赶快去多谈几个大 case， 荷包赚饱饱才是正途。欢迎，我先去见客户。嗯，你看到你宝贝这么受欢迎，是不是觉得与有荣焉呢、啊？这一次多亏博翔帮的忙，你要好好谢谢人家哦。早就安排好了。哎，在这儿。嗯，这是美方设计的婚礼会场布置，小叶也动了设计部帮忙，摄影部和外汇餐饮部也都针对流程正在做规划。大记者，对折，公司愿意给这么多的折扣？当然不可能。亲朋好友只有八折，其他三折我出。等等，我变得好穷哦！你要养我，不能抛弃我。出这么一点钱就穷，别开玩笑。哎，我没有开玩笑，我真的变得很穷了。腾腾，你要养我吗？拜托，我之前把那么多客户赔掉。你知道我少赚了很多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有你我就很开心了。夏伟，恭喜你洗刷冤屈，华丽回归。谢谢啊！我听腾腾说，你私底下也很想替我出气啊，真不愧是我从小认识的朋友哎。不用感谢我，要谢谢腾经理。那当然，他可是我的宝贝。看到你们一起同心协力度过难关，我真的好感动哦！我也很感动。所以
份爱一定要坚持到永远，绝对到永远。高副总关系真的很乱哎，一下性骚扰男员工，现在又跟小姐玩上。不过我觉得很奇怪哎，警察怎么会到旅馆房间刚好抓到他嫖妓？这是不是太凑巧了？一定是有人报警啊！哇，那会是谁？总监，你觉得会是谁啊？一定是正义之士。哇，信司。忘记美方，那我先走了。拜。你来了。走吧。你看到了吗？摸脸。还有牵手，所以总监他也是他。